Hey guys, that was Hallelujah. That's one of the songs of the CD. You guys want to get one? This is also my info. If you want to stay in touch, just follow me. Thank you. 唱得不错，唱的，我吹口哨表示认可。这个小伙子还帅，唱得好听，所以你看，全是女观众，看，全是女观众，好像没见着几个男观众，都是女观众。而且他的牌子前面写着他的名字。应该他也是个歌手吧，通过这个方式对啊，他有光盘，对，他这个前面摆着一摞光盘，他自己唱了刻着光盘来卖，好像是啊，对，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推广吧，所以在路边，唱歌的人呢不一定是流浪歌手，也可能是很厉害的歌手呢。